大家好，我是大龙凤的编剧龙文康。大龙凤的概念其实是来自于一个网上的传闻的。这个网上的传闻是真是假呢？没人知道，但是很多人都说自己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是在婚礼的现场。那整件事对我来讲，其实最有印象和最深刻的并不是参与婚宴的朋友，而是当事人的家人。咁所以我成個概念咧都係有咁樣去出發嘅。大龍鳳成個故仔其實到今日3年之後咧，我再去睇翻咧，我都覺得非常之中意。中意嘅原因係因為佢牽涉到有一啲網上嘅傳聞，然後再去發展成一個同家庭有關嘅故事。咁我希望大家可以收到我嘅信息啦。8月21至30，香港大會堂，大龍鳳再次重演，合府統請。